有点冷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妹子。今天天下雨啊，就是一直待在家里。然后一个灯泡坏了，一会儿去那个村里的小卖店买个灯泡回来。哎呀，路挺滑的。今天下的雨很多，下雨天村里挺安静的，就是大家也难得有这样的时间，估计大部分人在睡觉。睡着了，一人吗？这是长雪，这等会儿啊，这得说的。长雪，这不是咱雪，这不是咱是吧？这都八个月，那弟弟才八个月，这就有，这可能那个大腿太小。这长雪，这玩意儿这这玩意儿，这是好多啊，这个这个，不能行呗。这只损害少，这就是村里的小卖店，然后东西不多，就是卖的人也少，因为村也不大嘛。哦，这下的少了，这个菜不下卖了喂。哦，这走了啊啊，走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是雨小了，山上起雾了，是不是挺美的呀？空气挺好的。大娘，跟灯泡子坏了，跟坏了是个灯泡子，没了。啊，到底坏去车也知道，我摇摇去。哦，你没修啊？怎么办？可修的是，跟着烧我院里去。烧我院里去？我这路滑疼还是？我大路上。哦，这大路上能行。大路上跑。哦，这弄的都能放靠了个车。就说我放靠的，靠个牌子吧，靠。该做啥用场？你咋个叫他在菜上些？哦，放炕去。哦，咋不让咱这热炕会穿好哦？哦，就是的。热炕咱穿好。哎，热炕就舒服。嗯，这算是下段了。你能蹦车吧？嗯。鸽子打了去时候，哎呀，好了，灯已经安装好了，今天晚上就不会黑灯瞎火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